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希杰新毛。这位是谁呢？我是代班主持人艾玛。艾玛，来，今天我们吃的是什么店呢？今天我们吃的是阿 Q 豆圆。你会想说阿 Q 在哪里？对不对？嘿嘿，在这里。在四五元。对，而且我跟你讲哦，它非常大咖，你看有多少节目来采访？哇，超多，真的呢。而且啊，它的料有很多种，我觉得一来啊，大家可以点它的招牌豆圆，它真的非常招牌。你看它有红豆圆、鲜草豆、麻豆圆。而且我觉得它最好吃的是什么？什么吃？是什么？最好吃就是它的芋圆。真的。而且我觉得你如果很喜欢吃芋圆的话，你可以加五块。加五块？加五块又多一份。哇，好棒哦！我跟你讲，瑞丰地头蛇啊，这个地方很近哦。对，就在瑞丰夜市旁。对，就瑞丰走过来就可以看到阿福洞。对，就左转进来，右转右转。就右转，而且重点是它一碗才几块钱。50块吗？然后你想想看，你去50元买一个有料的饮料，一碗多少钱？先生，我要珍珠奶茶。45元啊，谢谢。先生，我要红茶加珍珠。35元，不错，也是45元。这么贵哦。因为50元它很卑鄙。你看50元它真的很卑鄙，它是 key 珍珠奶茶不加奶精，一样算你45元。好贵哦。非常贵，对不对？那你不如来这边吃这个，你看料又多，然后又不输。老板，你买一份回家自己加牛奶，我跟你讲，马上变60元。他只卖一半的价钱，35哦。好便宜哦。是不是？所以有空可以都来玩哈。好，你要不要吃一下？我吃完了哎。我看罗姐的好像也吃完，就很好看。看，对，看这碗看起来就很像奶茶做的东西。那你照那个好了。大家很久没看希杰新毛了，对不对？赶快按赞吧！你看现在人气都快下降，多按一下，按个赞。对，谢谢谢谢。赶快赞我。好，大家拜拜。